哎，大家好！今次抠实呢只嘅环节咧，嗱有一只九优复出嘅马咧，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啊，因为咧佢跑1000咧非常之好。咁我介绍俾大家咧就系、第九场3班1000嘅赛事，睇下我介绍边只马，即刻去片。哇，个名啊非常之好，就系呢只恋在你心啊。咁就睇翻咧，佢就系喺香港嘅开斋嘅赛事，咁见到咧嗱，依家7号咧浅蓝色帽啦，咁就蓝色衫啦，咁粉红色眼罩咧，一路捽嗰只咧就系只恋在你心啦。嗱，一开始咧佢就已经抢咗喺前面啦，咁啊跟住咧就拍住喺侧边就系1号黄色衫嗰只咧就系只和气生财啦。咁嗱，和气生财其实就跟住个进度咧都非常之好咁，但系咧你见到恋在你心咧，其实呢场咧个赛事个水准咧真系认真都几犀利嘅。你见到佢只马咧，咁你见到咧3号嗰只就系只辣神啦，但系咧恋在你心咧。真係不慌不忙咧，田太安咧呢一場咧就一路跟住前列嘅馬咧入到嚟直路嘅時候咧，你都好少見到佢咧就真係咁輕描淡寫咧。嗱，200米咧已經只馬有嘅時候咧，分一分疆咁啊，推一推分一分疆咁推上嘅時候，哦，跟住真係好似孖推步咁樣裝咗上去咧，一彈就彈得3個幾馬位啊！真係只馬咧非常之犀利咁啊！跟住見到9號第二嗰只就係銀河飛馬啦，第三就係只辣神啦。嗱，呢只馬其實咧個質素咧就肯定有咁，不過咧。就可能大家都會擔心啲咧，佢會唔會九優復出就係、是有啲即係禮計咧，但係唔怕嘅，因為始終啲馬嘅質素咧，咁啊初出咧係有分頭咁，所以咧大家唔使諗啦。呢一場咧就真係揾戀在你心咧，就要嚟做膽咧。你拖其他 Q 啊、位置 Q 嗰啲咧，應該咧都穩陣陣嘅。OK， 好啦，介紹完偷實呢只嘅環節咧，咁啊記得咧繼續收睇我哋嘅節目，咁啊希望大家咧星期日嘅跑馬賽事咧一齊贏多啲。拜拜。